回啊，不要在塔下回，塔下回经常回不去，别人会打断你的。大招也好了是吧，哎，给个信号上去了，他也抓不到人，所以他这个妖姬玩的就很烦躁呢，你知道吧，很烦躁。他来了啊，我们不搞不搞他，激光大招，哎呀回去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，问你服是不服，一激光啊，服是不服。哎，一激光啊，再吃个药，一激光啊，你怎么搞，你说你怎么搞啊，我虽然没有招了，但我把你耗到没血了，你怎么办，很烦啊，队友来，他队友来也抓不到我，一激光啊，只能撤啊，你能怎么样吗啊，点他一激光啊，哎，走位走位啊，走位啊，走位，嘿嘿，这个人有点捞啊，他以为他可以把我杀了，他直接还就交闪现，还给我点燃，所以我故意没走，我在勾引他，可以看得出来他得了急啊，水平并不是很高，虽然我死了，但是你要知道他们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啊，我只要开启王者模式，他们很快就会输，但是呢我这一波只能说有点浪啊，有点浪，不浪了，一级王，哎，其实我这一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什么知道吧，就是一个劣势局啊，或者说一个人头不失的维克托，你怎么 carry， 你明白吧，我要是前期优势太大，那这种维克托就不好玩不好看，你可能学不到太多的技术，但现在你学到的技术就多了啊，你看这一波下来搞个头问题不大， QW 一激光700块啊，很好，居然是700块，很肥。其实正确的打法我们在前面展示过了，但是在中期啊就没必要去搞这个妖气了，好吧，中期就开始打钱就行了，我中期只是想压他而已啊，但没必要的，你只要打钱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就像这种一激光把钱扫掉，他只能被你困在塔下，你明白吧，这不把你杀了，这肯定把你杀了啊！前面一直是在处于一个，哎，这个白金段位的水平，现在瞬间开启了钻石段位的水平。好，将他击杀，我们回家。一个人头，一个助攻，阵亡一次，来买一个这个。但是这个三层啊，有点。就是我现在正好是冰杖了啊，算了，我们可以再等一手，三层还是要出，他们这一把中路和打野对我有威胁，其他的英雄没什么威胁，这一波我在，我有红 buff， 好，枯萎挂上，开疾跑，不追了，他的队友来了啊，妖姬来了，别追了，盲僧，看看盲僧，
杀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维克多节奏比较慢啊，要发育的。我这个发育不太好，有两个头，死了两次，300块，还差一点。输不可能输的啊，这个英雄不可能输的。他打到后期不像上一把，上一把你说这种战士到后期不太好打输出，对吧？但维克托不一样，维克托只是前期比较弱，到了后期就输出会打的比较多啊。枯萎挂上了，这波人头归属问题，提速。好，我还有提速，他死是肯定死了。好，啊，他知道跑不了，硬换不存在啊。这边怎么说？定他护盾给上。跟我一起来，我居然死了三次，认真了，我要认真了啊！开启王者模式了，331的数据啊，这盘打完之后是超神的战绩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区别在哪里，这个区别就在于有的人头不吃就行了，啊，不浪。然后呢，以发育为主。等他们推的时候，我的输出给出来就行了，啊。像这种战绩，很多人会说我菜的抠脚，但实际上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这个战绩想要超神的话，还是非常简单的，啊，所以可想而知，你知道我的水平有多高了。就是我在任何劣势的情况下。队友不管他玩的好不好不重要，我们可以随时的超神，啊，这个非常厉害。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打完看我数据就知道了啊。这种劣势的话比较好教大家怎么来偷发育和打输出啊。这一盘大家可能要好，这个闪现闪得不错。他们现在装备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这个时候我的操作和思路就要非常的好，才能赢了。哎，先收兵，像这种不上啊，不上，不要想着去杀他，等他们自投罗网。啊，我现在守兵还是很好守的。这个站位不谈啊，好，注意易大师在后面。行，我先过来注意大师。这易大师比较肥啊，配合盲僧杀他一波天使和易大师，易大师没东西了。哎，好，1000块，哎呀，还是把他换了啊，倒也还好，这波他跑不了了啊，凯尔也跑不了了。他已经跑不了了，虽然他有大，但没用啊。我这个缓速，OK， 他大没开，这波是很肥的啊。这波一个1000块，一个助攻，还有个人头。刚那个火男人头我没去追，我要去找他们一大师。好，我们再吃一波。他现在没有人来上来，除了这个妖姬，但这个妖姬来了他打不过我。啊，在中啊 ，OK。像这种线只有易大师能杀我，但他易大师刚死。好，我们回家，2400块。下一件装备是巫妖，啊，巫妖出了之后，这个打人就痛了。
我们把这个卖了，这盘只要小心他一打是和天使的配合就行了，这后面是有人的，肯定有人啊。那我们先过来守这个塔，不要上。哎，好，提速，对，到了，开这个大招不着急开啊，提速，炸死，别死了，好，哎，他们这样打肯定是要被我们杀回来，来上路，他们得抱团，他们抱团也行，不抱团也行啊，反正我能发育。他们也推不了，把这个劣势区渡过。大龙给个眼，他们天使加剑圣偷龙很简单的。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被偷了。偷了也问题不大啊，也问题不大，我三件套了。他一打十装备非常好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想太多了，好好，你想进我身都进不了。啊，你在开玩笑，你这个是完全在开玩笑啊！赶快回家啊，小心他队友赶到。